Ensolology 玩序章。哎、欸，哇，这个游戏它是 demo 没错，在现在了，后面还会继续出章节、欸，是要卖钱的吗？还是怎么样啊？我的名字是诺森苏兰哦，素兰还是什么东西啊？素兰，你的这个特别的地方代表说你的家人什么？你看到好快，你为了要完成你死去兄弟的遗愿。所以来到这特别的地方，还是什么？这是你的故事。Scary, isn't it? Yeah, it's very scary indeed. 没错没错，超恐怖的。We're riding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with your junk. 我们坐在你的垃圾车上面，来到了不知名的地方。We will crash, and then you will wake up in some silent city or something. At least I won't have to listen to you. Oh, shut up. 什么地方啊？怎么花纹这么奇怪？它那个天空也太…… Is it here? Oh, it's not far behind this hill in front of us. You could have driven closer. The car could do it.他说：“你可以再开近一点啊，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前面的山丘，再过去一点点而已。”他们讲话好快、啊，这边都感觉比较温暖。Beautiful view， 漂亮的景色，真的很漂亮。This is the place our parents told us about。这是我们父母告诉我们的地方，特殊的地方。他们在这个山谷露营。If only they were alive。When I die， 他们回来这边的时候还是活的。I would like to be close to them. 如果我死了，你能够把我的骨灰撒这边吗？我想要靠近父母。For fuck's sake, are you recording this? Yep. I wanted to commemorate the moment. Oh, screw you. 他在录下这整个过程。Yeah, fuck you too, Ethan. Yeah, fuck you too. This plac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me. Can you promise me you'll do it?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会非常重要。你能保证你 Thanks. 能够答应我做吗？就是死掉之后撒骨灰了。Let's go. 他们到底来这边干嘛？这个画面就这样这么亮下去哦，一年后，他真的要来撒医生的骨灰了。等一下，我看一下画面了。一年后，我自己一个人来了。我是哪一个啊？我是露营那个。画面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手上没有带骨灰啊。Tab， 开车下去山谷，好像在玩发块啊。哎。哦，不让我咻下去呢？什么地方？咻咻咻！哎、欸，到了。那地方的颜色鲜艳的超怪异的啦！世界上有这么鲜艳奇妙的反差地方吗？应该是有哦。拿，那、欸，我真的要来撒骨灰哦！靠腰，都不要。哦，这里，说到做到哎、欸！哎、欸，这是当初的时候，正粉，看什么东西啊？他是要我往那边走吗？嘟嘟。去医生的东西，低一点哦、喔啊。是这个吗？哦，这是父母的坟墓，是不是？周兰、素兰呐、啊，他们家的姓素兰呐、啊，医生素兰，素兰。到了到了，素兰家，打下去啊！我是谁啊？不是他兄弟还是他朋友啊？兄弟吧。到处看看这个露营区。到处看看。露营区搭建的好奇怪啊！哎、欸，啊？查看一下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什么露营区啊？露营怎么会盖这种样子的东西？而且有个地下室，
他们根本是把人拐到这边来虐待吧？啊？哎呀！哦，要怎么有手机 ？Nokia。画面为什么变黑白？等等，这是电梯？这不是一个破木屋吗？怎么会是电梯？啊？我好像在青康藏高原一样，可是为什么越来这边？干，我有枪欸。干谁把我车干走了？哦，就是，你怎么不回应？怎么有人开枪啊？够了，跑去你的车上。这是什么游戏啊？怎么那么悬疑啊？我杀了朋友，我根本连杀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拉快啦，跟你们讲。啊？他妈的！我就在车后面，怎么还一直就中弹呢、啊？我从头到尾都在中弹，我怎么活下来的？八块八块，原来我就飙着，保护你自己，我不能动，我只能在这边。这家伙不能转出去一点吗？哦嘞！靠北哦，这个不是无限子弹哦，没有啦，剧情啊，有没有？子弹打完了，我就懂得要跑了，正常逻辑。我靠，这是哪里？子弹要打完才有剧情。可以把车开到烧起来啊！帮你自己找到一个避难点。这该不会是个搞笑游戏吧？哎，很多时候我不是故意要把场面搞得这么好笑，我不是在做效果。就这个游戏，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不觉得这很白痴吗？到底在干什么啊？自己一个人来到青康藏高原，然后把朋友。兄弟骨灰撒了哈，突然捡到3310，然后开战呢，子弹打一打，车子烧起来，这又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地下室啊？好问号哦，有，没带行动电源，这边是不是有人在专门在乱杀人，丢到这地方啊？等待风暴过去，在这里面等待。这边明明就是一个高山上，怎么地下室下面所有的排水管、什么污水管、什么全部都有啊？哎、欸，哎、欸，这超奇怪的，你们不觉得吗？哇，电力也有。休息一下，打了会爆炸吗？看一下啦，你等等哦、喔，这游戏是不是可以调 FOB 啊？干，不能调。下面还有一层呢、欸，不管如何先睡。好怪小哦、喔，这游戏。虽然说这是序章，但是。希望他故事能够叙述的完整一点，要不然都不懂得你在干嘛。怎样？这头是浸在马桶里面，然后又……啊！有人！他怎么被缝的？他不知道。
我还有子弹吗？白痴哦，这个东西。再从避难所逃出去，找到方法吧。好了，我已经找到了。更深呢？检查地下楼层。好悲啊！怎么过去啊？董沙小，这怎么过去啊？重玩。这游戏节奏很差哦。公司建造的好坚固哦，这是核爆避难所。露出一个死人头。哦，刚是听到有人开门声音啊。找到方法跟他通话。主角嘴巴是被缝起来的，你们知道吗？但是你嘴唇被缝起来，其实你还是可以闭着嘴巴讲话，比如说这样。有听到我在讲什么吗？有听到吗？听得懂对不对？脑子都帮你脑补好了，所以是可以通话的。人脑是很发达、神秘的。我是说真的啦，我干嘛跟你们好小啊？耶，你是谁？嘟嘟，他没有想过说对方如果不会英文或者不会写字怎么办？因为他画了一幅画，《蒙娜丽莎》。灵魂会师，救命啊！你知道要怎么出去吗？我被缝嘴巴，就他是被缝眼睛，恶心！救救我啊！你是怎么来到这边的？对面是白痴是不是啦？讲点有用的讯息啊！脑残你！他们绑架我！你在这边多久了？他们是谁？我不记得了。他们是邪恶的人。那你呢？讲讲你自己。他们对我开枪。我的车坏了，我要找避难的地方。干，这是。1970年代的赖啦，懂没 ？Technology， 他们不喜欢噪音，把嘴唇缝起来，在你睡觉的时候，然后做一些可怕的事情。你是怎么来这边的？那之前不是问过了吗？他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会讲答非所问这样。我不记得了，是很久之前。你会帮助我吗？我能够做些什么？你知道关于他们的事情更多的事情吗？哦，烦哦，这是慢吞吞的。这个囚禁的这一段实在很烦哎。他们要我们受苦，把瓦斯关掉。他怎么知道瓦斯要关？
要爆炸！干，这是要爆炸？谁开的啊？哦，等等，这不是我吗？先露出我的死人头，到处看看。嗨，他在等待着。没了，这是三个不同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完成游戏中会全部都可以玩。只听上面会出欸，什么意思啊？欸，我最讨厌这种 demo 了。那最后到底是干嘛啦？欸，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序章。我们来丢骨灰，然后突然被开枪，发现了无人的地下室之后，有人囚禁在这边，结果我也被囚禁了。不行啊，这个序章有点愤欸，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你看这个画面在跑的时候，这个预告片，看一下预告片好了，它预告片其实蛮屌的欸，你看有怪欸，不是开玩笑的。你看。这序章在演什么啊？有奶子欸，预告片做得很吸引人欸，可是序章就懒懒的。哟，还是说等他出来再看看啊？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哦。你看，这是不是里面那个被囚禁的啊？我买了啦，我们就是主角，要救他嘛，没错吧？买了，我买了这个，我买了。哎呦，有怪物的大手欸，再多看一点好了，看到他重复为止啦。还是我们都被预告片给骗到了、啊、可是有女生欸，想啥想，等出来的时候我还是玩一下好了啦，因为看这个是有点期待啦，虽然序章做得有点烂，对不对？等他出来我再看看啦，好不好？我先把这个关掉。